这家伙走到半路不肯走了。难怪你痒啊！闹什么？哎呀，看看你两只耳朵的情况呗。耳朵应该挺近。人家都说你发炎了，还很健康。这个还好，这个，那边那个比较严重。经常戴，没有音乐就没有灵魂。你这只耳朵要弄的话，就给你掏出血了，里边不得需要人，给你把血拿下来。要弄吗？弄啊！我知道你不是打劫我的吗？走进来不就已经准备好了吗？我能把衣服脱了，太热了，对吧？哭啊！昨天怎么就一个人了？又不是雨天也要弄个人了。被怼了吧？该。这个店怎么没有女的出耳朵的师傅？骂他。骂他骂他，别给他脸。好多碎的呀，好干啊，这上面。其实我耳朵也经常自己。好干，哎呀，好脏。你耳朵不脏吗？你到时候你掏的时候，你耳朵也脏了。我耳朵还好吧，因为我耳朵经常掏，都是小碎屑。你看，像耳朵上的这个耳屎，都是粘在这个耳朵这个壁上的。我跟你说，这耳屎不粘壁吗？放哪里？可以粘在那个毛上吗？这个就是从这里分泌出来。从里面油脂分泌啊。就是从皮肤分泌出来。这就掏的差不多了，挺干净的，就是要洗了。洗一下，然后消炎是吧？嗯，洗一下里边涂点那个壮阳再用黄膏。哦。我现在耳朵已经采耳采好了啊。刚刚呢，我也是看到他门口有一个这个广告啊，上面那个写着采耳20块钱，对吧？小小是20块钱吧？嗯，对吧？我是抱着这个捡便宜的想法去掏个耳朵的。我想一个耳朵20，两个耳朵最多40。结果掏下来不是掏了40块，是掏了140块钱。他先给我掏了掏，然后又上了一个中耳炎的这个药膏。你都轻微的过。对，就是说现在我的那个这个耳朵呢，就是有一点这个中耳炎了，对吧？就等于和那个小汤一样的，对吧，潇潇？对吧？小汤比你严重，他有点穿孔。啊，小汤比我严重点，就是说我自己也不知道，我现在也是中耳炎了。不过他这个耳朵就是好多人都有的，掏了之后呢，就干净是干净了一点，轻松一点，轻松一点倒是没感觉吧，对吧？反正也不是我付的钱，其他感觉也没什么，就是舒服了一点倒是是的。不宰了我呗。但是如果说这个140块钱是我自己掏的话，我就有点心不甘情不愿，我就不一定会去掏，就感觉被宰了，就感觉被宰了。说实话，价格还是挺贵的。这一刀宰在我身上，你挺开心的。你想想看，这个140块钱，我可以去做个躺踩吧，做个躺踩更加舒服吧。躺踩198。198吗？嗯、你办个会员的话，140肯定可以的呀，对吧？至少躺踩的话，还有小姑娘躺在你旁边呢，对吧？我这话没毛病吧？你不能教网友这种的，对不对？这种。人家小哥哥给你掏的也挺干净的。我不是说掏的不好，说的挺好呀，对吧？你没有那种感觉，但是人家对没有这种感觉，没这种感觉，没这种感觉。只能这么说，啊，对对，总的来说挑的还行，挑的还行，现在耳朵清清凉的啊，还行，好吧。